以《孟婆客栈》入围，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的张舒予，以及制作人唐美云、美云姐，还有剧组的团队，《孟婆客栈》哦，是台湾首部结合歌仔戏还有音乐剧的新形态歌舞情境喜剧，大胆的翻转传统歌仔戏曲的样貌，成功吸引了年轻族群的喜爱哦。而入围戏剧节目创新奖哦，可说是实至名归。其中张舒予十多年幕后与戏曲的严苛淬炼，让属于刚毅无情的角色长出了一丝丝动人又可爱的温柔，指日可待的表演，我们一起祝福他们。觉得入围到现在那个想要拿奖的心情，它会一直往上的堆叠。所以现在要堆高，堆到多高？就是说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给我好不好？拜托，这样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要欢迎到的是，现在从礼社上来下来的就是以《我是自愿让他杀了我》入围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的蔡淑臻，以及其剧组团队。曾以《试罪者》拿下金钟奖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蔡淑臻，首次扣关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，在剧中挑战自愿被杀的难度极高，眼神眉宇间精准传达了复杂戏剧性背后的人性矛盾与挣扎，全方位的演技也让她成为夺奖呼声极高的热门人选。哇，好漂亮！今天是一个。哇，就是水精灵仙子呢，而且淑臻姐这么多年来一直都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，尽量。然后你也是我们金钟奖的常客，哎，多次入围，然后也得过了这个戏剧类的女配角奖，但这次是第一次以这个电视电影类的女主角奖入围，心情有没有不太一样啊？觉得入围到现在那个想要拿奖的心情，它会一直往上的堆叠。所以现在要堆高，堆到多高？就是说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给我好不好？拜托，这样是。但是这个演出真的，我必须要好好问问淑臻。我们知道，其实演出很多角色，当然它有不同面貌，但这一次这个，我觉得最难的是你维持那个状态。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厌世、坚定、冷酷。请问拍摄期拉多长啊？拍摄期大概一个多月，但是你的工作天在。我这样的状态大概两个月。那你人缘有变差吗？人缘变差？不会啊，就是因为都不太理人，因为整个组都这样啊。哦，真的。你下戏之后还会保持这样吗？对耶。那有人敢跟你问路吗？蔡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那个人啊？对不起，我自己找好了。就是演员进入到角色里就是这样的状态。可是我老实说，我还蛮享受这样。哦，其实是一种切断外界，可以做自己。一种爽快的孤独感，你懂吗？我懂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是，我觉得我今天是红毯第一枚。我身上穿的是林威老师的手工礼服，珠宝是Bulgari 提供的，鞋子是 Jimmy Choo， 应该就是第一枚了吧？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啊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。我觉得每个都是劲敌吧，但大家拿奖的机会是公平的，就是看评审的喜好。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可以拿奖，这样我才可以上台讲我想要说的话。